Nice work. Okay.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Okay. Bye. 魏先生你好。哇，黄锦真来了。不是，不是，您叫我来的吗？其实原本呢也没有麻烦你的，只是你们公司的王总啊，还有 CC 每一天都打电话给我，我有点不甚其扰。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找一个人聊的话呢，我倒希望那个人是你。为什么？不如这样吧，晚点我们一起吃个饭，你有时间吗？那边吃边聊。行，可以可以。Yeah, I received your email. Please reconfirm the staff and yeah, numbers of staff and the schedule with me on it. On the 5th? Okay, that's great. All right, goodbye. 黄姐，不好意思啊，最近呢公司在忙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啊时间安排的比较紧，那个也顾不上招呼你。没关系，我这人不用招呼。哪个是您的车呀？上车吧。尊敬的各位贵宾，您吉祥。我们是凯瑞皇家礼仪格格团队，现在为您呈上的是养生佛跳墙一品，也借此机会祝各位贵宾满面春光，精神好，时时刻刻心情好，日日月月福无边，年年岁岁艳阳天，请用膳。谢谢。你好，你可是好长一段时间没过来，还是老样子，您要的18道菜已经给您上齐了，有什么要求您再吩咐我。好，就这样就好了。请慢用。魏总，我想问您一问题，您婚礼策划的事儿交给别的公司了没有啊？其实我们还真的没有找别的公司，本来呢是要找别的公司开始合作的，可是李可最近没有时间管婚礼的事情，因为我们装修新房那边出了一点问题，他在跟那个装修的公司打官司。哎呦，那太好了。嗯？哦，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说打官司这事儿太好了，我是说，您要是没有找别的公司的话，那我们公司还有机会是吧？这个漫长呢又艰辛的婚礼筹办过程，如果有黄小姐的陪伴呢，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好玩。所以，如果你能说服我的话，我就帮你说服李可。我怎么才能说服您啊？这就要看这个婚礼策划师的个人能力了。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东西，随便我。随便点了一些东西。哎呦，我刚刚就想说了，你一个人来吃也点那么多菜吗？我平常一个人来就是点这些啊。不是，我觉得点菜呢跟买衣服是一样的嘛，是可以允许有一定的失误率的。咱们吃那么多太浪费了吧。不会浪费，你吃了就不浪费了嘛。来 ladies first。 这么一大桌菜应该一大桌人来吃才有意思啊。找一大桌的人来陪我们吃饭，这个很难吧？我觉得这比点一桌子的菜还更加奢侈吧。哎呀，这城市这么大，人与人呢本来就已经很少见面了，谁会为了一顿饭花这么多的精力跟时间呢？我觉得与其找别人捧你的场，你还不如自己过得热闹一点。自己热闹吗？多凄凉啊！我最后一次跟一大堆人吃饭，应该是几年以前吧。跟一些同学聚会嘛，可是呢后来这些同学呢就慢慢变成了人脉，然后呢这些聚会就变成了应酬，所以去不去也无所谓了。我是挺怀念那种感觉的，就是不谈生意啊，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对我来说是很难得放松嘛。那您喜欢那时候的状态是吧？黄小姐这方面也有办法啊，你打算给你朋友吧，叫他们一块来吃，没关系。不认识的人，您介意吗？只要是不谈生意，我都 OK 啊。那行，那我试试。微信有一功能叫找朋友，我发的信息附近的人都能看见。
拍张照片。咱们设定在500米以内。啊，好。菜点多了。一起眯一洗吧。这样也可以啊。我也没试过，试试呗。真的不想再听了，你现在就走，下车，赶紧从我眼前消失，下车。哎哎，我错了，我应该陪你去看电影，我应该陪你去逛街，我应该。用不着，下车。不是，你还让我说多少遍？我还不好意思，怎么就今天急错了？急了急了！哟，喝多把我送来了吗？行，再说再说。行。来，还成吗？吃里边，吃里边。定制的，定制对，吃吧。咱别，我觉得咱们别光顾自己吃，咱是不是得稍微感谢一下？那个是小仙儿，谢谢啊，是小仙儿吗？黄小仙儿，谢谢啊。魏总请客，你们谢他吧。啊，魏总，来，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来，谢谢魏总。大家别客气啊。不客气，我们都不客气，来吧。我觉得菜好像不够多哎，再多点一些吧。然后你们要不要喝一些什么东西？我有白酒，我不太懂。自己点。白酒，来二锅头吧。来金六福吧，绵柔的那个不上头，好吧？我要一橙汁儿。王老吉，羊肚宝，玉米汁儿。全都上吧。好，人挺多的哈。我坐。哦，哎，随便坐吧。哎，辛苦了。你，你是？对，那个微信。不好意思。我老婆 FaceTime 查岗，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电话给我缝的啊！哇，这真意，没想到来那么多人啊！没事吧？没关系。这回不浪费了。真不浪费。啊，老婆。啊，没有啊，我跟朋友、同事啊一起吃饭啊，女的。哦，都是男的，啊，看一下啊，哦，等一下啊，啊，看见了吧，都是男的啊，哪个？长头发那个，哦，那个也是男的啊，我知道了啊啊，啊，我跟你说了，老婆啊，不要让我在同事面前这么没面子啊，不要老是打电话来查岗啊。好了，哦，我知道了啊，一会儿回家见啊，啊，可以，哦，今天特别感谢黄小姐的这个晚餐啊，不是、啊、那边那个，哦，黄小仙，啊，哦，你就是那个微信上那个黄大仙啊，对，啊、那是微信上的名字。哎呦，还是本人比较漂亮啊！我用的头像是 Hello Kitty， 说我比 Hello Kitty 漂亮。韩国那么怂啊？有点。我听说人韩国的女孩都把牙膏给韩国人挤上，他怎么那么怂？我跟你说，这样我女朋友我早把她甩了。
我女儿有两个特点，嗯，第一甜，第二黏，黏的你特别有活动感，绰号小年羹。那你就算幸运的吧。你也是啊？我差不多。我跟你说，我跟我女朋友大鱼同学，上大学那会儿，天天看着我，看得特紧，跟看贼似的。每天晚上不让我出去玩，咱们宿舍那个墙角底下猫着。我晚上一出去，碰上了，那眼睛看着我，有四目相视，特可怜，我心都碎了。你说这样女孩根本就不像艺术院校的，是吧？你和你女朋友是艺术院校的？对啊。不是，你没看出来？不是提三个，哪个学校？真的假的？真的。我女朋友也是啊。是吗？对啊。哎呦，我女朋友06的。太巧了吧。你女朋友也06的？对啊。早知道一块儿叫出来就好了。哎，咱俩干一个。真是真算连劲啊。这真得干一个。太有缘了。改天把我女朋友约了，把女朋友绝对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女朋友叫什么呀？星星啊。真的？对啊。我哥们儿，你逗我玩呢吧？怎么了？我太巧了，我女朋友叫欣欣。是吗？哪个欣啊？欣欣向荣的欣。咋了？嗯，这蒜里白肉不错，我帮你加点。哎，我女朋友照片怎么在你手机上啊？这咱们俩不是已经分手了吗？那分手以后咱们就别打电话了，成吗？哎，乖啊。20秒就分手了？哎，哥们儿，你真潇洒啊。哎，哥们儿，你这一个电话就真分了。哎呦我去，这不现在这分手都有秒杀了，他一共不到20秒。哎，魏老板能再来瓶金六福？可以啊，服务员再来一瓶吧。嗯，那你给我倒，给我倒点，倒点。哎，微信号留了啊，留了。好，下次我去望京一定找你，我好多朋友都在。真的啊。哎，望京很多好饭店啊，一起吃饭啊。嗯，谁跟谁？嗯，啊，这么着。哎，明天吧，明天啊。行，明天，明天。你们几个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呦，谢谢黄老师，谢谢啊，谢谢王姐，谢谢魏老板啊，谢谢魏老板。下次接着。哎，拜。那你们小心点。到时候联系啊。拜拜拜拜，魏老板，拜拜。慢点走啊。这让你破费了。这帮人挺闹腾的，能吃能喝的。你别那么客气了。而且偶尔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玩的，是挺热闹的。对，而且我觉得这群人挺有意思的，交朋友就自然熟，就认识几分钟好像认识几年一样。认识几年的有时候还未必如这些认识两三分钟的呢。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微波炉，瞬间变热瞬间变凉。黄小姐，你对感情好像很悲观的。谈不上悲观，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困惑。
我觉得生活中那么多的欺骗，有些人可以不到20秒就若无其事的分手，你说大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洒脱，就我那么惨啊？不是，对不起，我又想林嫂了，走吧走吧。黄姐，我在想，你刚说，如果有些人的情感是微不足情感的话，那有些人的感情呢，就像是紫砂锅，小火慢熬，连皮带骨都熬烂了，痛得越深呢，香味就越持久。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第一种，但我觉得你更像是第二种。香不香不知道，反正是骨酥肉烂。说点正事儿吧，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能聊聊您婚礼的事儿啊？我刚查了一下，明天下午2点好了。每次跟你碰在一起呢，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我非常期待。行，那预祝我成功。好，你确定我不用送你回去吗？那不用不用，我家就在这附近。哦、好吧，那就不送了啊，你自己小心。嗯。明天见，明天见，拜拜，拜拜。哎，你好，你好，这是哪儿啊？嗯，不是，我是说，这个饭店是在什么位置啊？哦，海淀区呀。哎，嗯，对，谢谢谢谢。把灯放到花的下面，可能就会出现他要的这种效果，对吧？场地就不是那么亮了。然后花束嘛，他要的是这样，啊、嗯，那香槟杯，你看用这种冷色调，是不是就搭成这样？没问题。解决。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嗨，吃什么饭呀？小事一桩。哎 ，C 姐。嗯。我有一个问题能问你吗？说。我觉得凭你的经验，凭你的资历解决这个案子，那简直就是小 case。你怎么了？你怎么还需要我帮助你？是不是因为公司最近遇到点事儿，你变得有点消极？我随便问啊，不愿意回答就算了。我是有点消极吗？哎。对于大老王的决定，你有什么看法？我想先听你说。我确实觉得这个公司挺好的，挺自由，也挺随意。偶尔有个迟到早退的吧，大老王也不会真的跟你较真儿，最多也就是把你骂一顿。可真要是有什么事儿啊，大老王却一点不像个老板，像个大哥。可是我们毕竟是一些打工仔，要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我最近是挺纠结的，你怎么看？要搁平时呢，我确实跟你想法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最近确实被一些事儿、一些人改变了。我是觉得，如果一艘船要沉了，那有人想自救，有人要去救船长，这两种人都没错。但是我现在会更喜欢救船长那种人。你想，我们这一生除了一个单子接一个单子，一个提成接一个提成的拿以外，总得做点别的吧？那最简单一句话，当你遇到红灯的时候，大老王给了你绿灯，那他现在遇到红灯，你是不是也给他绿灯？那我随便说啊。喂，什么？不会吧你？在哪儿？
哟，您在这儿乘凉呢？不好意思啊，没给你带杯冰咖啡来。这打不着车吗？带手机了吗？带手机可以微信定位呀。再不行找个警察叔叔问问，再不行打12580啊。这么大老远给我叫来，你有毛病吧？我这不是依赖惯了吗？谁让你这么有用啊？再说了，你不想知道魏依然的情况吗？你今天去他公司了吗？他有钱吗？真有钱呀？真挺有钱的。魏依然的底子加李可的性格，这得是多豪华一婚礼呀、啊！他说没说为什么找你？真是挺怪的，他让我先说服他，他再说服李可，你说是为什么呀？他有约你下次见面的时间吗？明天下午。恭喜你黄老先生，多元化社会的优越性在你身上体现出来了，终于有人看上你这款的了。什么意思啊？他对你有兴趣啊，说明这个单子有希望了。你想接这个单子吗？我当然想了，怎么接呀、啊？美人计。行，上哪找美人去啊？王小贱，你太不是东西了！你，我这么一优秀女青年，我怎么能为舞蹈你这样呢？你别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优秀女青年，简称就是女优。我又没让你穿着丝袜、穿着制服跑人家门口敲门去，敲门人也不开呀。李可还在家呢。我就纳闷了，现在女性的娇滴滴啊、抛个媚眼什么，在你身上怎么就一点都没有呢？人家让我笑我就笑，那叫卖笑。我的温柔妩媚都是留给我男朋友的，凭什么霓虹闪烁的跟超市送货广告似的？我又不为了接客，凭什么对他们谄媚啊？黄小仙，美人计一点都不丢人。希腊船王亚里斯多德说过一句话：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了女人，那这世上的所有钱都没有了意义。社会研究表明，女人在人际关系中比男人占有很大很大的优势，这就说明公关一直都是女人传统的优势，你懂吗？行，看来这种举一反三的例子不太适合你，那咱们聊点浅显易懂的。你看这中戏北电门口停的奔驰宝马为什么比理工大和政法学院门口停的多？食堂的大厨子为什么每次给女孩打饭一定比给男孩打得多？ Cici 每次去麦当劳要番茄酱为什么比你要的多？你看你举的这些例子全是骗吃骗喝的行为，那还不容易吗？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我现在把李可得罪成这样了，让他把他的钱往我口袋里装，那哪那么容易啊？既然社会都认同女人的公关一定会成功，为什么你会失败呢？你想想李可当时是怎么对你，如果你能掌控了魏依然，李可会是什么心情？真是糟践了你，这糟践了你的性别了。你要搁宋朝，你就是王石石；你要是搁民国，你就是王金花。怎么我就没有你的悟性了？正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晚。我真的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决定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先拿下魏依然。走，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上厕所啊，我在这儿等你。不不不，就在这儿。你现在想象镜子里是魏依然，对着他撒个娇吧。没事儿吧，在男厕所的门口撒娇。哎，回来，嘿。
哎呀，别闹了，别闹了！哎呀，想象着魏依然在你面前，冲他撒个娇。哎呀，不会。撒娇不会啊？我跟男朋友会，跟别人不会。那刚才不是白聊了吗？嗯，快点，撒一个啊！就是希望他把扳子拿给你，冲他撒娇。嗯，干嘛呢？还抽风呢？那怎么？好好撒。火警来了，闪开！看我。啊，重心很重要，先把重心放左边，腿内八字一点，内八字啊，这样，这样，快点，啊，手放这儿，放这儿，看着，嗯，然后重心换这儿。嗯嗯，喂喂，求你了，你就把这单子给我们吧。嗯嗯，这妞够贱，小爷我卖房卖地包养你。你跟谁学的这一套恶心吧唧的？黄小仙，你有没有发现啊？自称是人家的女儿呢，基本上工作你什么都不用做，因为男人都会替你干完了。自称是偶的呢，有一半的工作男人都给你做；自称是我的，基本上所有工作你得自己做，对吧？你要自称是哥或者是姐，那男人的工作都得你做了。哎呀，看着我，你眼睛长得挺大的，你要好好利用它。你要是男的，你是愿意帮一个水汪汪大爷凝视着你的人家呢，你还是愿意帮一个一巴掌宽护心毛的爷呢？你想？男厕所，男厕所，谢谢。是，但我就受不了那种姑娘，平时捏得死蟑螂，斗得过流氓，一看到男的，哎呦，矿泉水瓶都拧不开了，装得跟个豌豆公主似的，特恶心。那你讨厌那些豌豆公主，她们示弱以后都怎么样呢？试了以后，爱上回忆，回忆太过甜蜜。哎呦，你行了吧？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帮你看看我这人品。哎，我过了，他老公。示弱以后，有人帮着拧矿泉水瓶，有人帮着拎东西。对呀，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呢？为什么有人愿意烽火戏诸侯啊？为什么张爱玲说，最无用的女人才是最厉害的女人？为什么？以前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没谁、啊。还有谁啊？说。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什么我都逞强，都自己来干，就怕在他面前失去骄傲。就算我们俩吵架，我也得让他先认错。我从来没告诉过他，其实。他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为什么要谈恋爱？为了得奖吗？得一个永不言败木金刚奖，还是得一个完胜男朋友不流泪奖？你是不是人啊？往伤口上撒盐。我知道我是不对，所以我失去他了。嗯。所以了，爱情不是 PK， 能爱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是是是，你说的没错，我也知道。可本姑娘不是这种品种，怎么办？你让我对着一矿泉水瓶说我打不开，我实在说不出口啊。你还不如拿那瓶子把我砸晕得了。现在就能把你砸晕。
真的，我特别想把你砸晕。要不你让我踹你一脚吧？啊，行吗？不行。为什么？疼。疼？那我呢？我这一晚上耽误多少时间，耽误多少唾沫？你知道唾沫是，唾沫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得得得。得了，魏依然站的就这样吧。大老王公司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倒闭吧。哎，你还别说，我这人就公私分明这一优点，在私事上我的确做得不太好，但是在工作上，你说吧，怎么着吧？行了吧，木金刚，别聊了，我饿了，走吃饭去。你饿了？那我还没饿呢。你吃了吗？我吃了。吃了什么？我吃的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上菜之前一堆格格先给你请完。嗯，很厉害吗？你还欠我一顿饭，激动吗？到哪儿了？是不是临阵打退堂鼓了？180度，回头。二不二你，在你身后站半天看不见啊？还行，真差点就被你给电着。不好意思啊，王先生，今天迟到了。我呢，准备陪魏先生做一次弱女子一日游，在这一天里，我会尽量的扮演一个柔弱的女子，看能不能打动魏先生的心。王先生，您看我这样行吗？哎，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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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都挺好啊，但是这个硬汉作风千万不能来啊！你他妈不说话，我绷得住吗我？行，我知道，你做这个决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咱们既然已经决定做了，就要把戏演好，所以你一定要绷住，好吗？绷住。行，我看你也差不多了，加油吧，啊，去吧。你。不跟我一块去？你废话，你用美人计，旁边站一大老爷们，算怎么回事？关键是你不去，我心里没底儿。你把我当保姆了吧？这事儿必须你一个人去。再说了，我晚上跟珊珊有个约，随时告诉我行吗？人家知道了。哎，珊珊老师，请问这是什么？饭盒你都看不出来啊？又来给你送汤了。哎，他这人就是这样，每次都说不管我怎么选，就是想让我喝到他做的汤。那你怎么跟他说的呢？我跟他说让他别送了，他就是不听。太残忍了，不能这样，人家挺执着的啊，挫败感是很打击。哎。怎么是空的呀？珊珊老师真坏。这是你的行吗？背上。遵命。笑什么？其实这样的场景我想过好多次了。说。你帮我背着秦牧走在你旁边，有的时候是在校园里，有的时候是在街上。我倒是经常梦见你。是吗？对，
再次梦见你都黄金还有你的气息不敢呼吸不敢深深呼吸思念的空气它骗不了自己爱上回忆回不去的记忆你在我脑海留下微笑和泪滴不敢去问关于你的消息把时间定格在我刚认识你爱上回忆Sarah, can you please move? No, move the staff meeting till 3. Okay? Alright. 魏总，这里有三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对了，魏总。明天下午3点，赵总会来公司见你，你千万别忘了。好，好，谢谢。Yeah, I have an appointment tomorrow at 3 with the 魏总 so please cancel the staff meeting. 拜。王姐，魏先生您好。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些公事还没有忙完，你先坐一会儿，等我吧。没关系，没关系，不急。那个，我就是想替公司来挽回您这个单子。那个，没事，我有的是时间，您就当我不存在好了。这有什么呀？谁让我要赚你的钱？鲤鱼豆腐汤，你以前最爱喝的。你连这都记得呢？我当然记得。我不光记得你爱喝什么汤，我还记得你爱吃什么菜。大葱炒鸡蛋，有点不太像一拉大提琴少女爱吃。以前不就说我吗？长了一穷人味，好养活。好啊。对了，今天请你吃饭呢，主要是想给你道个歉。我之前跟你说过，我那同事他不是人类。前两天就干了这么一事儿，让你尴尬了，实在对不起。但是你放心，我已经教育他了，他下次再也不干。我倒是觉得，人家不就是想撮合咱俩在一块儿吗？也没什么错呀。仙儿面前比在我面前轻松多了，怎么会呢？你怎么能跟他比呢？他是一疯子，你是一，哟，小仙儿吧？你知道吗？前两天被我撺掇着给一客户使美人计去了，现在正向我汇报工作。美人计？嗯。你就不担心他的安全呀？我比较担心那客户的安全。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时候开始的？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忘了调静音了。你等等我看看啊，现在就得过去，没有办法请别人先处理吗？我看看啊，好，那我现在过去，好，
华姐，不好意思，我那个新房的装修的装潢出了一些问题，我现在得赶过去，不然我们改天再聊。嗯，明天你不定又有什么事儿了，夜长梦多，事不宜迟，干脆本姑娘一不做二不休。那我跟，我的意思是，您去新房的路上不是还会有点时间吗？正好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事儿，您看方便吗？好，那我们走吧。你眷恋的都已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